怎么还没醒啊？快醒醒！不用吵，上班还早。爸爸，你今天不去上班，你今天带我去坐飞机。坐飞机？能看上啊！我们收拾一下，马上出。我去，爸爸，我提前帮你把头发梳好了。元英，爸爸给你商量个事儿，以后能不能别再看他了，别看他了，行吗？哎呀，爸爸告诉你，到了珠海以后，一定得听爸爸话，不许胡闹。去珠海干什么？你不是哭着喊着飘去珠海打鲨鱼吗？嗯。还有，你能不能别老带你这什么佩奇的？爸爸，你说错了，你要向他道歉。他叫乔治。乔治先生，对不起，到了珠海让你喂鲨鱼，快点吧，赶不上飞机了。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先生，您先不要着急。我女儿丢了，我能不着急吗？她才五岁。您再等一等。警察同志，我女儿丢了，麻烦您帮我找找。啊，您先别着急，情况跟我说一下。哦，是这样啊，我刚才坐在那显示屏下面，一回身，女儿就不见了。
怎么了，小朋友？我爸爸病了。小朋友，你跟姐姐说你爸爸怎么丢了？爸爸带着我和乔治去看金鱼，可是我找不到他了。姐姐也有乔治。对啊，那姐姐和乔治陪着你去找爸爸好不好？好。没有啊，仔细找找。对。警察总长，啊，你说这这么多个监控，找个人如同大海捞针，你说我女儿不会让人拐卖了吧？先生，先别着急，只要你女儿在机场，就一定能找着。你再仔细看看这些监控画面啊，看一看。你看看那个，看看那个里面是不是？哎，同志，把那个图放大一下。没错，那是我女儿袁一啊。就她是吧？哎。是乔治爸爸，那这就是乔治宝宝。嗯，姐姐，爸爸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？没关系啊，反正姐姐陪着你呢，姐姐在这儿等，说不定爸爸一会儿就出现了。姐姐把这个乔治宝宝送给你，好不好？乔治爸爸和乔治宝宝要在一起了。爸爸，没有。你跑哪儿去了？你急死爸爸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完了啊！你说你年纪轻轻，长得也挺漂亮的，干点什么不好？你非干这事儿？不是啊，你可能是误会了。我刚下飞机，刚到上海，我先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什么意思？你看看你拿的是什么，我拿的是什么啊？这是佩奇，这是变相拐卖人口，知道吗？爸爸，这是乔治。哎呀，不管什么治，就得治他。警察同志，你好好查查这个人，说不定还能破坏一个倒卖人口的团伙呢。哎哎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说不清楚了是不是？哎，打住打住。干什么？别紧张，我留个底。放心，我会持续关注你的。你说这做坏人能有好吗？又不行，来不及了，我们赶飞机，他就交给您了。快走！哎，你别走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你什么意思？您先别激动，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。警察叔叔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。我刚下飞机，我三年没回国了。我是从东京来上海找人的。我刚才看见小姑娘在那一个人哭，我看得可怜，我就问了一个前因后果。我想着在这陪着她，等着她家长过来呢。她诬陷我，我真不是坏人。您先不要激动，父亲丢了孩子，心情可以理解，但是还要麻烦您跟我去做个笔录。蝴蝶，别跑远了啊！嗯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别摔着。林小姐，你是？我是左飞。左飞，机场。佩奇，是你呀？你怎么还堵到我家门口来了？警察同志给我打电话，把您的事儿都跟我说清楚了，这不是误会，一场误会。误会。就因为您这一句误会，我在机场被盘问了三个多小时。还有，我从日本到上海是来找我男朋友的，怎么到你嘴里我就成人贩子了？你们别生气，本来昨天袁一就让我向您来道歉，这是袁一
送给您的礼物，您务必笑纳啊，笑纳。李小姐，还有，就我那天给您拍的那案底，啊不，照片已经让我永久的删除了。西米马塞。姐姐把这个乔治啊送给你，让他继续陪着你，好吗？还不谢谢姐姐？谢谢姐姐。去玩吧。真是不好意思。泽飞先生，哎，您真的太粗心大意了。机场那么多人，这孩子万一有一个三长两短，谁负这个责任呢？就是。还有，我看得出来，这位叫袁一是吧？哎哎，这袁一一看就是平时没人跟他玩，典型的缺少陪伴，你们得多对他上点心。您说的这些我理解，我这不是平时工作忙吗？我觉得你再忙啊，也得挤出点时间多陪陪孩子。没事，你也跟孩子他妈多交流交流。姐姐，我没有妈妈。林小姐，您先忙，我不打扰了。来，林毅，让爸爸回家。好。